上次布置了作业，请各位整理笔试，排出笔试系统表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研究，先讲几个基本问题。第一，笔试的历史。书法中讲到试，起源很早，差不多有2000年了。如崔苑草试、蔡邕撰试等，但这两篇文章所说的试，是一种文学性的描写。你看这些句子，只是表达感受、欣赏书体的趣味，不是后来张旭所说的笔试。二级课程所介绍的笔试是具体的技法，不是感受。所以张旭所制定的五试是书法技法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从崔苑、蔡邕感到书法的试，到笔试的具体化，经过了六七百年时间，期间有张芝、钟繇和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的不断努力，到张旭做了一个规范化，成为书法三大技法之一。然后有张旭弟子崔淼亲口所述，学生韩方明记录下来，到现在差不多有1300年了。二级课程主题是时事，先讲单一笔试，然后是复合笔试。张旭系统中单一笔试就是指永字八个点画的走势，复合笔试张旭讲了五试，加起来就是13试。这13试就是张旭笔试系统的基础。张旭对笔试的论述也不是完全由他一个人想出来的，在其他书论中也有笔试零碎的记录，但没有13试这样完整。后来有大批讨论笔试的著作，把笔试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系统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读读这些书论。日本也有类似的著作，就内容看，大多是中国传入的，也有一些是日本发展的。乾隆时歌手志汉西书法通解收录了八法轶事123个，加上八法本身共计131个，这是相当丰富的统计，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。但其中错误也不少，不能拿来就用。除了歌手志收集的字外，其他古籍中讲到的笔试有多少呢？数十年来我收集古人补充的笔试专称达218个，其中不少是重复的，因时代习惯和方言不同而多出不少名称，实际使用时是用不到这么多的。这些特定的笔试专称只是为了称呼方便。二，笔试统计
和系统表。我在二级课程中讲的笔试是从古代各种笔试中筛选出来的。这个筛选有几个标准。第一，当然是实用。使用频率越高，越会入选。第二，是流行。历来为人所公认的，优先入选。第三，是译名。如梅球式和左侧式，左侧式易懂。第四是符合实转。我讲课的过程中经常展示这个课程大纲，提醒各位现在讲到哪里了。笔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，看着这张表学习就比较清楚。这个课程大纲本身就可以当作一个系统表来用，只要把开始那个理论去掉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就把所讲的笔试加入这张表中，这也是一个统计。因为我这个屏幕大小有限，所以先来单一笔试。单一笔试中的点一共讲了十个。永智八法第一点测试，就是右测试，古时候就有这名字。接下来单一笔试中的横竖一共是七个。有同学问，横笔究竟用乐式还是用横式？乐式是笔画名称，横式是线条名称，后面还会有解释。竖笔那一课讲到悬针、垂露和铁柱，其实是小圈收笔动作，就是九用中的接笔、顿笔和错笔三个效果。所以我当时说不列入笔试，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撇捺的单一笔试一共是八个，撇有两个，浊式和略式。历史上其他的名称太多，不采纳。那有三个，拨式、折式和割式，还有三个画式，慢有余、及时拨和柳叶式。回到这张总表，单一笔试中点有十个，横竖七个，撇捺八个，共计25个。但有同学来问，你好像少了一个单一笔试 T。 这位同学很仔细，单一笔试中没有专门一堂课讲 T，这是因为 T 不能独立存在，它总是要附在另一个笔画上。永智的 T 就附在弩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勾 T 都归入复合笔试。这张表本来是课程表，作为系统表用，你可以加多一个。总数是26个，因为加了一个 T。
接下来统计另外一大类，复合比试。复合比试中先讲了张旭的五事，这是五个，然后介绍后人补充的比试，分为点、横竖、勾剔、撇捺和复杂比试五个部分。点的复合比试比较多，我把它分为合点、排点和连点三种。合点只有一个，有个旧称叫做粒子式。排点最多，我分为五组，从两点排列到四点排列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，排点有15个。连点三组有5个比试，其中滚比试是五试之一，前面张旭五试已经记录了，这里应该取消，全部加起来就是20个。下面是横竖的复合比试，上课时讲了11个，其中顾盼式可以不要，这是竖笔的顾盼式。刚才排点中有点的顾盼式，这两个本质是一样的，只是长短不同。去掉这一个，还剩10个。下面是勾剔的复合比试，讲了13个。讲课时也是按照横竖撇捺的次序，最后第二个乙戈式又分为突出、介式、折蒙、背抛，表中没有写，因为它属于下一层细分的项目，如果列入表中，那乙戈式就是这四个的总称。你不能说乙戈式共有5个比试，我意见还是不记录，用起来比较简明。这跟乙角异式有点不同，历史上没有单独的乙角式，经常用到的是外略式、菜毒式和鸟雏式。轮到撇捺的复合比试，分为5组，撇加撇2个，撇加捺5个，撇加横3个，撇加竖2个，竖加捺1个，共计13个。最后复杂比试就是多次复合的比试，一共是12个。好，回到总表，把后人补充的复合比试也记上数。点的复合比试最多，20个。横竖的复合比试10个。勾剔13个。撇捺也是13个，复杂比试是12个，总数是多少呢？这是小学算术题，99个。我在一级课程第一课就给大家讲过，字体分为正体和草体。注意，这文字学上的草体不是书法的草书，现在又叫做印刷体和手写体。我们查字典，那是查正体，
部首有214个。手写体用笔势，笔势只有99个，跟部首相比少了一大半。读获在不多也。谢谢各位。